贝贝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在网络上认识你的哎。啊，你98了是吗？才98岁。才98。对呀、啊。你三。然后说你老婆94，还在餐厅工作。96岁。啊、哦，96还在餐厅工作。对。我儿子80岁。儿子80岁还在做保全。嗯、啊。做保全，对对对对。你现在收摊了？对，收摊。哦，我特地来找你的。我觉得加上你这个姓也是好特别哦哈。对，你姓看，对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天下，看美食，看美景。我爸爸看看天下，我这、啊、嗯，我儿子看世界，看世界，爸爸看天下，那你呢？我看来去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哦，看来去，对对对，我看了。看来就看去。嗯，看你就是性格就很开朗，又喜欢笑啊，哎、所以说这么长寿啊。老了老了。而且你这一家南百货的话，365天，哎，都开业都没有休息哦。没有，那年初也有开。你98，但是看不出来嘞。老了了。但是我看你的面容不像嘞。啊，98都很老了。年纪是啊，我知道年纪是那有那么大，我的面容不像98。对、啊，面容真的不像98。北北，我想问你，你怎么养生的？没有，每天运动啊，做生意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去看医生了、啊。嗯。我时常都在看医生呢，我都不如老人家。我刚刚去看那个肩膀啊，那个肩酸痛啊，就是有我也有工作嘛。要运动、啊。运动啊。你这样算运动还是算劳动？算劳动哈。不是，我们年纪那么大了哈。嗯。你现在不做，以后没有机会可以做了。年轻人可以休息，老人家要尽量做。你现在这么39、98，你不做，再给你做几年就没有机会了。现在有机会做就做哈。对。哇，我好羡慕你哦！你98还能这样。生活自理，而且还可以自己做生意。对、啊。很多人的话，98岁，真的不敢想象哎。98岁没有什么问题。我有时候在想哦，到50、60岁，我都觉得很害怕了。一天过一天。但是你的面容来说，真的没有什么皱纹呢，不像98。有吗？我有真的没皱纹呢。北北，你在这边亮一点的地方。一点点呐、啊，一点点。嗯，哦，勤劳的手。对、啊。那你平时身体还好吧？健康啊，这方面。健康。对啊，就是有没有病啊？小病啊那些没都没有，感冒都不会。没有，我前2天去打那个莫托纳。哦，你打疫苗。他们说什么发烧怎么样会痛，我都没有感觉。哦，你太强了。哎呀。我打2次了。哦，你2针都打了、嗯、哦，那还好啊，打了也好了，打了比较安全了、啊嗯、我都还没打、啊、我也要打了、嗯、哎，人到老的没办法、啊、那个北北 啊其实哈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年纪大了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有些年轻人他身体不好，一身病痛，其实一样很痛苦的。嗯，说健康哈、哦、才是最大的财富。那、啊、我同学已经死了，光他死光了。哎，北北，那个年纪哈、哦，长寿基因是不是有差？不知道嘞。不知道，那你的爸爸、爷爷那一辈呢？我爸爸活到105岁。哦，真的还是可能基因也有差吧。哦，还是加上你运动了，说实话，还有性格开朗。有人在扶下去站不起来，我的脚都没有问题呢。可以蹲下去的，天哪，北北，像你眼睛啊，还可以。眼睛对哈、啊，我跟你聊天，我都忘记你问你耳朵的问题了，不用问了。啊、听得到啊？对啊，就不用问了、啊。啊、哦，太厉害了，98，啊、哦，太羡慕你了，真的。那你平时早上啊吃什么啊？我也跟你学啊。吃豆浆馒头。每天都是哦。嗯。豆浆馒头这么好哦。现在早餐没有吃什么，嗯，豆浆馒头就是做饱了做生意，嗯，啊，人生就要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要开朗哈、哦，哎、嗯，那你都没有出去到处玩啊，旅行啊？我以前还没疫情的时候到
那个欧洲，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、泰国、韩国，该去的都去了，嗯，那个都有去过了，嗯，那个欧洲坐飞机坐要14个小时呢，嗯，第一站是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，铁力高山。嗯，你身体好的话，坐飞机也不会累哈。不会。嗯，哦，太厉害了，耳朵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爸爸才70岁，昨天打电话说他有一只耳朵听不到了。我听不到。对啊。我听很清楚。我昨天跟我爸爸特地讲你的事情，嗯，我说台湾有一个伯伯98了，然后人家还在做生意，我爸他不相信，我说。他老婆96了，还在餐厅工作，一个月20000多的薪水。一天做一天运动了，你不然做健康了。你不做在家里哈，没有什么事制作，看电视打瞌睡。我爸就是打瞌睡啊，白天也睡，晚上也睡哎。没有事情打瞌睡啊，有生意叫上开店开好，人家买东西聊天，一下子就12点一下就天就完了。嗯，那你像中午你吃肉啊这些吃的多吗？我吃那个粉包一个50块，就这样这么简单。对呀，晚餐呢，水果啊这些。晚餐煮青菜啊，啊汤啊，汤泡饭泡喝一喝，不然没还没菜铺好之后，汤泡那个开水试试就好了。就是吃，哇，是这么简单哦。看来这个饮食跟那个健康也没多大关系啊。哎，那个北北，像你的眼睛呢，视力啊，穿针引线这些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看得很远，都还可以。看着地面都还看得到，对面最后前对面的公园再过去那里，你都还看得到对面的字哦。也再过去，因为呢。再过去。再过去，公园过去那个最前面那个，那个马路上那个。哇，你的视力比我还好哎。那个看得到啊，对面不就有电多？公园过去那个A25那个店面你看得到哈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那你就每天卖这些，然后早上几点开门呢？5点。5点就开门哦？对啊，人家要买东西，六点多人家就来买东西了。哦，5点开门，然后。一直要到现在差不多才收摊了，还白东西啊，白天卖。我前几天我还特地在这边到处转了，我来找你没找到。哎呀，因为你看我98不会那么老啊。对，我觉得你没那么老，而且我那天在这个里面逛哈，我看到很多老人，我就说哇，台湾这么多老人都在做生意，但是看到你的话，我就觉得顶多就是70岁，你的面容。我的儿子就80了。但是你的面容真的很年轻啊，面容啊，老了了，看起来没什么皱纹。嗯，人家一天过一天，嗯，没有什么烦恼。有女儿吗？有。哦，有女儿。三个女，三个男。三男三女。三男三女。都很健康，都是长寿的，对吗？哎呀，我说基因呐。我儿子做啊，跟我们做啊，做了。儿子，我是太做。哇塞，太厉害了！而且你看，你跟年轻人有差吗？98，我觉得真的简直不敢相信98能够这样子。哎呀，一天过一天就好了。98。对啊，心态好啊，我觉得了。哎呀，98，太不可思议了。阿伯，你就卖这些哈，姜啊什么的哈。姜杂货。哦，杂货，南北货哈。嗯，我今天就是特地来找你了，来采访一下你。南北货。嗯，好，我下次需要我就在你这里来买啊。其实我时常逛这个市场了，只是说，没有在网络上发现你啊。直到有一天人家传给我，说有一个姓看的老人98还在，全年无休365。啊，我就说我一定要去采访一下这个伯伯。年初一是有买，嗯，做生意年初一啊没有休息，过年的时候嘛。过年你都没休息？没有。哦。你现在不做，以后都不会没有机会可以做。对，有时候想说上天给我们这个有那个行动，能够走路，能够做事，
能够有眼睛耳朵，我们就要去用它。如果你不去用它的话，慢慢就会废掉，真的。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。那你有吃晚饭吗？现在？吃完才回家吃。哦，吃完了就回家吃。嗯。老婆煮好了。老婆是煮好了。他坐在家休息的。太厉害了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北北，你慢慢忙哈，谢谢你哦。不谢。我也希望像你这样。祝你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宝宝。多长两百岁。哦，没有了，我就像你这样就很不错了，真的。北北。我也希望你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啊！我希望你打破那个，打破那个。不要想那么多，一天过一天，好走就好多了。对啊，你看宝宝，你看这真的没有皱纹了、啊，笑眯眯的。好了，宝宝你忙啊，再见了，拜拜。啊，再见，拜拜拜拜。啊，祝你身体健康快乐。好，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快乐。大家快乐。好，拜拜。